把所有炮弹都给我打出去。 罗政委，没炮弹了。好，趁他们还蒙着呢，咱们赶紧撤！快撤！撤！兄弟们，撤！给我上！弟兄们，上！他们竟然！ 还会玩土炮，营长，那现在怎么办？让他们多活两天，命令部队就地休整。弟兄们，就地休整。哎，大小姐，让我来吧，你不会。没事，我来，我来，你们去忙你们的，我行的。 老罗，啊，据可靠消息，咱们的大部队在于都方向，我们现在处于他的西北方。是啊，得尽快想办法跟大部队会合。我同意。咱们现在伤员是越来越多，而且粮食和药品越来越少。再这么下去，不是个办法呀。事不宜迟，明天一早我们就动身。 瞧瞧你踩什么了！哎，你，啊，你干什么呀？陈满街，你踩的这些草都有毒，不能吃。我不相信，你不信问玄毅。那你说什么能吃？我踩的这些才是真正的野菜，你得认准了，这种才能吃。你踩的都是狗屎草，你都长这样了，再吃这种菜你会完蛋的。你才长得丑呢！啊，呀，四叶草，啊，什么？ 快来看，快来看四叶草！你看，什么呀？快！一般苜蓿只有三片叶子，这个怎么会有四片啊？10万棵苜蓿林才有一株是四叶草，今天呢，居然被我们看见了。这四叶草又叫幸运草，传说中看到幸运草的人一辈子都能幸福的。啊，那我也要幸福，我也要幸福。 看你看，那咱们以后就都能交好运了。能，当然能，我们四个姐妹一辈子一定都能幸福的。这四片叶子分别代表真爱、健康、名誉、财富。哦，那这片真爱的一定就代表你，你跟罗大哥就是真爱，他就是名誉，我就是将来最有钱、最有财富的人。哎，你这么肥胖，这片胖的就是你。 你才肥胖呢，胖代表健康。健康也蛮好的。不管怎么说，我们这四个姐妹呢，就像这片四叶草，一辈子在一起，永远不分开。哎，你们说什么呢？我们在认四叶草呢，可稀罕了。嗯，你挂的什么桥啊？我没见过。嘿，你真土，这叫相机。难得你们四姐妹在一块儿，这是缘分，那就让这一刻。 永恒的定格吧，来，笑一个。
营长，师座对您真是厚爱有加，连夜调来两个连归您指挥，附近的所有路口都被封死，我们正在对罗云山部进行合围。报告，报告营长，师座来电。念。是。张师长命令我部务必速战速决，而后回师东顾，配合张师长剿灭朱毛红军主力。传我命令，守网。是是是。现在兵分两路，我带着敢死队去吸引蔡燕的主力，张营长，你带着伤员还有女兵马上突围寻找大部队，听明白了没有？听明白了。罗政委，小辫，你干什么？你让我参加敢死队吧，我要为我家丫头报仇啊，敌人把子弹打在她屁股上，我要还在他们脑袋上。不行，你年龄大了，再说阿满需要你照顾，不能去。你让我去。不用命令。罗政委，我要跟你们一起去。李先生，这不行，此行太过凶险。正因为如此，我才得跟你们一起去。我对这一带比较熟悉，我可以助你们一臂之力。可是太危险了。相信我，我也要跟你们去。我反正得跟着玄毅，他去哪儿我去哪儿。那谢谢你了，易先生。走吧。敢死队出发。云山，答应我，一定要活着回来。我答应你。照顾好伤员，带着他们，出发吧。活捉罗云山，攻下屠龙岭。曼陀罗、天仙子还有长春花，我明白了，你是要放迷烟。
起风了。嗯，点火。永明爷，快往没烟的地方撤！弟兄们，撤！撤！营长，营长，蔡燕的人都撤了，往东去了。蔡燕他们去追老罗了。啊，营长，赶紧走吧！只有尽快找到大部队，才能救老罗他们。对，去找大部队。同志们，我们去找大部队。哎，别别，我自己的闺女啊，我自己抬啊！快，跟上！快，小心！哎，小心！快，跟上！快，快，快的！快！营长。这天色已晚，要不我们就暂缓进攻吧。嗯，就这么定了。等明天天一亮，看他们还耍什么花招。罗政委，枪声停了。李先生，多亏了你的迷眼，给我们多争取了一晚。本来你可以不管的，是我们连累你了。别这么说，这都是我自愿的。其实以前我真的以为你们是赤匪，是为了生计铤而走险的。现在呢？现在。现在我觉得你们挺像梁山好汉的。啊，这么说也不太准确，其实你们是为了救别人，为了大家，不惜牺牲自己。说真的，一毛挺佩服你们的。哎，千万别啊！其实这也没什么，在遇到危难的时候，任何人都会这么做。其实，牺牲一个人并不可怕，只要有信仰在。就会有更多的人前赴后继。信仰，对，信仰，就像你信风水，信救死扶伤，我信共产主义，信人生来就是人人平等。我相信，受苦受难的人，总有一天他们会觉醒，拿起枪，捍卫本该属于他们的权利，建立一个公平、公道的新社会。我好像又明白了一些，我们的信仰比较渺小，而你们的信仰比较强大。阿福，你怎么了？一姐，他们是不是追来了？我们俩会不会死在这儿啊？阿福，别胡思乱想了。就算是真的要死，当然是挡不住的。我太后悔了，我怎么跟罗云山一路了？还有你，你为什么不跟倪志慧他们一起呢？我觉得罗大哥是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，我跟着他就是想帮他一把。倒霉，本来以为罗云山是个当官的，跟着他能安全，没想到他不但不跑，还把敌人往自己这边引。这就是他令人佩服的地方，情愿牺牲自己也要保护别人。那我们呢？我们不是人命吗？我们该怎么办？阿福，是你自己要跟着来的，对吧？所以就听天由命吧，不要怨天尤人了。弟兄们，赤匪现在已经弹尽粮绝，孤立无援，为党国立功的时候到了，给我瞄准了，
狠狠地打。预备，放！我们坚守的时间越长，越能给援兵合围提供机会，听到没有？听到。敌人上来了，准备打。干得好，罗云山，活要见人，死要见尸，打扫战场。是。营长，营长，大事不好了！慌什么慌？罗云山不刚被我消灭，能有什么大事？是张辉赞师长的。张师长怎么了？张师长在龙岗中了朱毛红军的埋伏，全军覆没，张师长不幸被俘，至今生死未明。上峰下令即刻转移，以免孤军深入。你说什么？你再说一遍。师长，师长已经做了俘虏了。营长，我们败了。不是张师长败了，我没有败。打扫战场。哪来的冲锋号？营长，是赤匪的号声。完了，天意。云山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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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快醒醒啊！你快醒醒，醒醒啊！我们胜利了，胜利了！不是说好了回来找我的吗？是啊，你这个骗子！是啊，你快醒醒啊！医生，你还活着，你还活着。谁说我是骗子？我还以为你死了呢。傻丫头，这么好的媳妇儿，我怎么会舍得死？抬那边去。哎，慢点。掩护我！别动！我疼。你过来帮我按着他。我不行。过来呀！我不行。我来吧。小童，千万别动，正在做手术。我知道很疼，忍着点儿，千万忍着点儿啊。慧姐，陈曼金他在吗？阿满在那儿呢。
刚刚上完药还昏迷着。小童，认真点儿。我的屁股，哎呦！阿福，怎么不开心了？我就是觉得自己特别没用，什么事都做不好，我还连累了阿满。不要想太多，每个人呢都有自己不会做的事情。比如我吧，以前是上海的富家小姐，洋学生。到这儿之后，也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不能适应。上海？你来我们这穷地方干嘛呀？是为了罗大哥吗？嗯。那你们家能同意吗？我连家里都没敢告诉，革命也是有代价的。啊！原来你们是私奔啊！我还以为你们只会革命呢。慧姐，原来你比戏词里的女人还勇敢呢。我们崇尚自由恋爱，遇到自己喜欢的人，就要大胆主动的去追求。那要遇上自己讨厌的人呢？那就坚决不嫁。革命就是要自己做主。我离家出走，就是因为他们逼我嫁给一个恶人。现在，全家人都容不下我，我也付出了那么多的代价。我这算革命吗？算，当然算革命。我们不会嫁给自己不爱的人。革命就是要自己做主，去追求一份属于自己的爱情。那太好了，就好像戏里的女人崔莺莺一样。戏文毕竟只是戏文，戏文虽好，但是几千年来也就只有几个女子敢于反抗。革命呢，就是要让所有的女人都有权利去追求自己的幸福。快走，走，快点，快走，走。哥，哥，阿福，怎么了？你们抓了我哥！啊，你放心，我们对俘虏是宽大处理的，不用担心，不会伤害你哥的。走。老张，哎，这一仗虽然我们胜利了，但可以说算是惨胜。能够看得出来，蔡燕这个人很会用兵，是个不可多得的军事人才，不愧是黄埔的高材生。你说如果把他争取过来，把他所学都交给我们的指战员，那我们临水的军事力量一定会增强的。老罗，这恐怕不太可能。他毕业于黄埔，对蒋介石和国民党的政权非常忠心。之前我曾经尝试找他谈过，也曾经试图争取过他，但是完全没可能。可惜了。通知下去，虽然他是个俘虏，让他们善待他，让他看到我们的真诚。以人心换人心吧。好。老爷，老爷，老爷，老爷！慌什么呀？有事儿慢慢说。大少爷，让赤匪给俘虏了。确实吗？确实。可靠？可靠啊！大少爷现在是死是活？我不知道啊。儿休矣，老爷，老爷，哎，老爷，哎，老爷，蔡父，我流落江湖已久，四海为家。
憾不能与你朝夕相续，姐妹之谊。此次金兰相别，勿挂勿念，珍重，玄逸。易先生，君子之交淡如水，他日有缘定会再见，玄逸。你看，这个玄逸还真是神秘。哎，干什么呢？我送饭。检查一下。好，进去吧。哎，站住！你是蔡福吧？这里面关的是你哥哥。送饭就送饭，光明正大，我陪你进去。哥，哥，我是来给你送饭的。我没你这个妹妹，拿走。我知道你心里怨我，不过也不能不吃饭呢。我给你煮了你小时候最喜欢吃的红薯，你一定要吃。吃了，你才能好好的活下去。小时候最喜欢吃的红薯，你一定要吃。吃了，你才能好好的活下去。我要喝水。你，我屁股疼，狗子，狗子，你醒醒，你跟我说会儿话呗。阿满呐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我看着你，不让你去见阎王爷。这回上大发了，动都动不了了。谁天天说自己厉害来着？这就动不了了？哪有尸体？关公还有走麦城的时候呢。你这是什么姿势啊？怎么还撅着个屁股啊？你明知道还问，他们把我的屁股打稀烂了，疼。嗓子可真是地方，本来就嫁不出去，这回更嫁不出去了。死狗子，你想死吗？这回你打不着我了吧？我踹死你！你骂吧，趁我现在还有口气儿，我再跟你拌两句嘴。骂吧，你快骂我两句，我好想睡啊。想得美！
我才不骂你呢。我刚才看见你胸口老大一个血窟窿了，不许睡。我告诉你啊，你这个人确实很多缺点，其实还是有点优点的。你有时候还挺仗义的，有时候还挺热心肠的，你还挺能帮人，挺爷们儿的。我怎么都没你爷们儿啊？你才是从里到外的纯爷们儿。你又拿我不女人说事儿了，这回完蛋了，我已经嫁不出去了，你知道的，我不想死。妈妈，其实你也挺不错的，率性豪爽，虽然是大大咧咧的，但是没有坏心眼儿。你要真是个男人，咱俩肯定是生死兄弟。劫走了女主人，对，在哪儿？快走啊！哎，我跟你去，老罗，快，罗政委，慢点，老罗，走开，快，罗政委，蔡燕呢？我们怕伤到女主人，让她给跑了。往哪儿跑了？那边，追！哎呀，你慢点，老罗。你对这儿很熟悉。小时候打过猎，这是过夜的地方。需要帮忙吗？给我老实点，不然对你不客气。我并没有恶意，我知道我们现在是敌对关系，但是救死扶伤是人道主义精神。你作为黄埔军校的毕业生，应该知道这一点。解开吧。伤口很深，这没有消炎药，恐怕会引起并发症。忍着点儿。马上就好。还好，没伤到骨头。不过没有消炎药，我怕你整条胳膊都会保不住。你还是跟我回去吧。想让我自投罗网，我没那么傻。
医者仁心，我怕你会有生命危险。就算我胳膊废了，我也不会再踏进你们赤匪窝半步。这是你的理解。你是临水本地人吧？我想请问你一个问题。从古至今，你看到哪支部队得到临水这么多老百姓的拥护和支持？你少跟我来这一套。要不是你们的蛊惑，这些老百姓会跟着你们遭殃吗？会成为你们的棋子吗？我劝你还是好好反省反省吧。我看该反省的人是你。如果这些临水老百姓不是受尽了欺压，他们怎么可能冒着生命的危险去反抗？我劝你还是放下武器吧。让我投降？痴心妄想。这儿有几座山，几条河，这每一片山我都了如指掌，想抓住我没那么容易。再说我手里不是还有你吗？最重要的是找到人在哪儿。彩福，你哥朝哪个方向跑了？我哥他跟我说，我要是想见他就回赣州老家去。去赣州，走走。哎呦，起来起来。脚崴了，别跟我在这儿耍花招。你要真走不动，我就在这儿把你给解决了。起来。信不过他，毕竟蔡琰是他哥哥，他会不会跟蔡琰里应外合，帮蔡琰拖延时间呢？不会的，我相信他。但愿吧。小辉，快走啊！走。我不走了。我走不动了。你要不走，我让你永远留在这儿，你信不信？行，那你就开枪吧，反正枪一响你也走不了。行，等翻过这座山我会成全你的。走。人一直带在身上，绝不会随便拉下。这是给我们留下的记号，就在这儿，方向没错。